在东方有一种美，千万年文化图景，总有人去描摹。泱泱华夏，记录禹定九州的鼎，覆察万里，代表神秘东方的词，丹青妙染，激情恣意山水的画，他们起手便是一个时代，落笔有了一个中国。是的，在东方有一种美，叫中国。我愿做行走万里的少年，不贪恋在他人笔下看你的容颜。我觉得在高处看真的是不一样，那长城太漂亮了。不拘囿于方寸之间，与你的对眸。这里的话呢，是林则徐的故居，一片福州三环旗下，半部中国近代史。要去往960万平方公里之上，去往5000年之外，去往你的心底，寻你。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，它就给人很多启发。文物保护不一定是静止的，它可以充满活力的。你的美粉黛未施，浑然天成。中国古人说天人合一真的很有道理，我们和自然是一体的。山是你，水是你，万物也是你。一个生命在这里直立狩猎生火熟食，一个民族在这里耕种繁衍生生不息，一个时代在这里守望着绿水青山勃勃生机。我们过去就是重视文化要素的，但是今天呢还要重视那些自然要素。你的美不惧岁月，不畏年龄。我努力拼接着历史散落的碎片，想象你曾经的容颜，是一把手掌在苍茫孑遗中发现的极光片羽。是你。三星堆到底属不属于中华文明？那毫无疑问，肯定属于中华文明。叹为观止。听隆隆机器声，在斑驳老厂房里唤醒的青春芳华，也是你。这一片土地啊，就是它的根。它岁月峥嵘，满眼是你。你就这样美了何止千万年，古老亦年轻。你的美不止一点，又何止千面？你有行路阡陌的古道，路
连着路，有奔腾纵横的河流，水连着水。过去呢，我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是一个点一个面，但是文化遗产还要注重保护那些线性遗产。中华大地就一个彩色的飘带一样，是这样的一个宏阔的空间概念。古道翻过山，转过弯，东行西走，追满了历史的沧桑，从中国走到世界。河流汇入川，汇成江，跃入大海，改变了大地的流速，自历史奔向未来。你的美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。在庙堂之高，亦在江湖之远。重返历史的轴心，在一座座抵住了风霜洗礼的奇观中，你平和温柔，静待岁月浸染，重现光华。跨过岁月的山河，从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中款款走来，你轻轻卸下重重的枷，又用赤子心熨烫出人间情。有的人把你的智慧、伟岸、传说藏于一砖一瓦，有的人把你的容颜、性情、声色成于一生一意，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真的是非常令人尊敬。千手观音能够确保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，这是第一要务。你们都了解永泉吗？厉害，厉害，就是以和为贵。有的人把你的呼吸、体温、偏爱，烹入一餐一素。你的美历久弥新，有人守护，亦有人传承。用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维护长城，我觉得真是中国式的坚韧。都说美在骨不在皮，但你的美在皮亦在骨。千年粮仓里，你是那粒可供苍生饱腹的稻谷；万里长城上，你是那块护佑华夏安澜的砖石；灯火璀璨处，你是那座守住人间烟火的古城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连绵辽远的泱泱之国。你的美撑起了中国，也有了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。